姐妹们，自带社牛症的 rapper 周密上恋综了，此人以高抬腿闻名哈圈，平常就是个话痨。我最大的吸引异性的魅力是我比较伶牙俐齿，但是面对清冷美女周星竹时，他瞬间就是刘浩存上身。我说实话，好吧，没事，你继续讲，你继续讲，继续讲。你想，就是你。没有。主要我有点紧张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以为我已经完蛋了，不，就是你。而曾经的他花式劝妹妹，萌萌你不要这样哭，这样显得我是个人贩子。如今的他说话却是各种烫嘴。你一般喜欢玩一些什么样的爱好？而话唠 rapper 经历盲盒相亲滑铁卢后，还试图用跳舞博得美女博主的好感，结果美女博主的亲身感受却是，他作为歌手至少唱跳稍微可能擅长一点吧，咱不能只唱吧，结果谁知道他只会唱。最终费尽努力的 rapper 周密得到的全是扎心暴击。我很好奇理工男，虽搞笑 rapper 和清冷大美女最后到底能不能顺利配对成功呢？下一期的 drama 我们有缘再见。